好，大家往前走。哎，这字是我写的。以后我们要在这里拍电影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啊，本来这边的样子就像那边那样。哎，啊，我们那天从那边走过来以后，就觉得说，这个地方怎么会这样子？啊，我们刚好有伙伴呢、啊，就站在这边，有男生也有女生。啊，我们就说这个情景好像那个情侣啊要分开的时候那种情景啊，然后下着雨啊，啊，滴下来啊，很可怜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哎灵机一动，好，就来改造这个，这是坐在这边啊。老师，那些画也你画的？画不是画，是一个画家哦。哎，啊，里面的字是我写的。当初是怎么写呢？就拿着毛笔啊，这样子。没有。好，所以我落款的时候怎样？有没有看到寿命养书？有没有看到？我是抬着头写的，这样一直写过来，这样。对，没有停，很快哦，还蛮满意的。落款啊，小潘来跟那个作者。好，你要玩水的那边有。对呀。对，很凉啊。那这个追条啊，原来是不是长得这个样子？